国媒体报道，韩国明星夫妇宋仲基、宋慧乔连续两年名列韩国年度艺人榜，在最新发布的2017年度艺人榜分别排在了第一位和第三位。韩国某问卷调查机构在11月8日至28日面向全国1700名13岁以上男女进行了问卷调查，评选他们心目中的年度艺人，宋仲基和宋慧乔分别以 17.9% 和 9.5% 的得票率排在了第一位和第三位，这也是他们2016年排名第二位和第三位后连续两年打入该排行榜前三位。宋仲基与宋慧乔2016年以《太阳的后裔》红遍亚洲，今年两人虽然没有出演新作，但七月突然宣布结婚以及十月底的婚礼再次让两人成为了话题焦点。韩国艺人孔刘凭借鬼怪在本次问卷调查中获得了 10.1% 的选票，在2017年度艺人榜排在了第二位，朴宝剑、李钟硕、秀智分别排在了第四位至第六位。